污染的镀膜设备，具有沉积速度快、离化率高、离子能量大、设备操作简单、成本低、生产量大的优点。离子镀膜的原理基于冷阴极自持弧光、放电等离子体蒸发、电离度量，结合脉冲偏压技术，提高沉积、粒子能量和活性，增强膜层的各项性能。能在金属表面镀膜，而且能在非金属、制品表面镀膜，可以镀金属膜、氮化钛、碳化钛、氮化锆、氮化铯及镍、铬、硼等化合物膜、多层超硬膜、多元化合物膜，还可以镀氮化钛掺金膜等。广泛应用于工具、模具的超硬涂层、汽车轮毂、高尔夫球具、钟表、酒店用品、关于洁具、灯具、眼镜镜架、五金制品、不锈钢、陶瓷、玻璃等的涂层领域。该设备可镀黄金色、玫瑰金、咖啡色、棕色、古铜色、紫色、蓝色、枪黑、七彩色、浅青色等装饰膜层。本公司可根据用户要求设计各种规格型号的真空镀膜机，真空机组及电控系统也可根据用户要求进行设计配置。联系邓工服务专线13713375955。